心跳挑战之禁欲系女生版，我就不信你能扛得住，除非你是钢铁。我绝对是心动的，这次不仅是纣王会沦陷，连姜子牙都危险了。我傻了，这是玄武岛吧？别说心动了，我是羡慕嫉妒恨的。现在，哼，给我看个什么？看一下我没有的东西。苏爸爸，恶魔变天使吗？21？不可能是，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说，我都要，小孩子才做决定。我其实在看他那把刀，你相信吗？你们是喜欢黑丝还是白丝啊？反正我喜欢真丝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这个 S 型曲线，我什么都没看见过。这把伞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你们还抵得住吗？会不会失血过多呀？我要回血，我需要吃点红枣。考验男朋友的好方法就是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看看，有没有心跳加速？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